前几米之后的啾啾你哦，午安各位，嗨嗨，早安，谢谢十一的戳戳你，下午好，幸福。一天不见，天气真的超热的，真的超热的。中午好哟，谢谢十一的爱的熊抱。多休息一天，虽然是已经应该是睡蛮久，今天起床全身酸痛，我也酸痛，我也酸痛，出去会一直流汗的天气，我不用出去我就是会流汗，我只要走出去这个房间门，外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客厅就是。待在那边一下下就会开始流汗，睡不着。顶楼人生超热的，我没有办法出去客厅，超级热的。在厕所的，就是去上厕所也会变得很讨厌，就是好热。不管怎么样，我再也就是这个夏天再也不会洗什么热水澡，我就是每天都洗冷水。主播好 ，MM 你好，夏天的厕所里面不能没有风扇。对，但有时候想说就是，就应该也不用搬，因为。电风扇要这样搬来搬去很累。客厅冷气有办法让两边凉，但我觉得客厅的冷气没有很有效。去日本也要洗冷水，但是通常去日本就会住饭店嘛，什么饭店就会有冷气，那就不会觉得很热。的话也许可以洗，但就是应该也是温水，就是没有办法到热水。主要是因为家里真的太热了，就是洗温水也会整个浴室都是那个水蒸气，所以我都洗冷的。虽然刚进去的时候会有点冷，但是就是习惯了之后，后面就会是一个舒服的温度。就是只要开了冷气，就会有点没办法洗冷水澡，所以就是趁热的时候洗冷水，不然的话洗温水、洗热水出来的时候，厕所会很热，就会等一下如果还要吹头发什么的，就会觉得我厕所很热。对，我吹头发我姑且都还是在厕所吹，虽然厕所没有冷气，但是吹头发如果在房间吹的话。就会有很多头发在地上，就懒得剪，懒得剪。可能是因为那个吧，外面的那个地板，就是那种大理石，我剪不到我的头发。在厕所的话还比较好剪，在房间的话就很难剪那个头发。午安呐。小声一堆才好剪，但总是就是会掉一根一根。在外面吹头发会很冷，不会冷，其实完全，就是很热。夏天怎么样都很热，到哪都很热。
觉得头发，对，你有办法想象这个头发要吹多久？昨天好像蛮早就睡了，昨天完全不记得我昨天是几点睡。蛮早，所以昨天我猜应该12点左右，或是一点左右，就是睡觉，然后就睡到3点，然后赖床，赖了个10分钟再起来，所以我睡了多久？因为昨天很早就下班了，因为昨天很早就下班了，所以吃完晚餐就。还天还蛮早的这样，结果还是睡到下午。对啊，睡到下午，能睡到下午就要睡到下午，因为礼拜六晚上回到家就12点多，12点左右，12点1点，12点，然后洗个澡，吹个头发，东摸西摸就2点多。然后2点多就想说，明天要早起休息，赶快去睡觉这样。然后2点就躺在床上睡觉，然后就睡4个小时，6点半起床，2点多睡，6点半起床。你也是礼拜天早起，对，礼拜六真的4个小时。早安。4个小时超少的，4个小时对我来说很少嘛，但是至少我有睡就好。有时候你知道，就是会放弃睡觉。这样星期日很累。就是酸酸的，但其实也好像还好，就只是说动完了，然后废了一天就会全身酸痛，有一天没有动就会酸痛。夜睡5个小时，5个小时没有很多啊。今天肯定要飞一天，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飞一天。睡5个小时完全不够，真的。我姑且先只排了一天的直播，因为我不知道，要播礼拜4还是礼拜5，这个还不知道。反正可能是礼拜4的晚上，可能是礼拜5的，礼拜5，下午好。有空就跟，这个月跟3个人拍了合照，30张合照，还有，这个月拍了4个人，加礼拜6的话，4个人。都不讲，我只有记得说会有2个，但是对啊，有两个我不知道。你还有15个章，但是不要等你，不要等你。谢谢 River 的爱的熊抱。你还不知道要跟谁拍15个章哦，我帮你想想，15个章3场，所以还要5个月，3×5=15。我认识的苏军，我认识啊，我知道的人。
他说他有跟我讲，然后我说真的假的？你有跟我讲，我怎么不知道？然后有两个是小盒子有看到，然后一个是在那个问答还是限动，反正就是在哪里看到有两个，那是北极星。刚才你放没有、欸、我只有跟女生只有拍过一次，就是第一次第一个满30场的那一次的时候，就那一次是女生，后面都是男生，因为以为有奖，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奖，他就没有奖吧。太强了，一出来就把拍立得掉在地上。也可以扮成女粉，还是什么扮女装成瘾症，超好笑。他手在抖，我跟你讲，大家的手都在抖。人不是会比爱心吗？这个爱心就会有一个，这个你知道吗？会有这个，我会接收到那个这个。这个30张的合照好像没有什么距离的问题，就基本上没有太超过的范围，大家都不会说什么、哦、不能碰到还是什么的，所以就直接抓着那个手，直接抓着把它抓稳，就很怕它这样晃晃晃晃晃晃，就这样抓着这样固定那个手。反而没有距离问题，不知道哎、欸。他有问了跟姐拿拍立得，直接抓着。会死掉吧？主要是那个三十张拍立得都会那个，就也会拍比较久啊。啊，不对，也不会聊比较久，所以有时候其实就不知道聊什么，就东聊西聊，想到什么聊什么，想到什么聊什么，等那个拍立得出来这样。对呀、啊，三十张，再给你十个月没机会了。你一定是说。刷走手抓着，然后因为他的手会这样晃啊，所以我是这样直接抓着，不然的话我的脸会这样，我固定。聊要比什么？对啊，我都会说要比什么。等成员过来，等成员过来。他的手会，但他的手会一直飘，所以我怕他会打到我的脸，所以我就直接抓着，直接抓着，还有机会的吧？大家还差几个章啊？在里面脑袋一片空白，还要一年。还差30个。30个有点久，还久。啊，所以大家有抽到那个小卡吗？那个小卡，跟我拍的都拍的蛮好的，有拍的不好的吗？没有，小卡太少张了吧？小卡，因为就是全员有几个人这样子。那量可能就因为大家的量应该是一样的吧。有修的怪怪的，有修的怪怪的吗？连一颗肥皂都买不到，这量不多。好像说这次比上次少嘛，上次比较多量，那个洗手液，就是我们没有拿到全套。
没有拿到，不知道会不会拿到，应该要拿到，但是没有拿到。曼宁的耳环，那个都是成员自己修的、啊，我自己修的。难怪看没有什么人在出哇。如果是用线上买小卡，会比五周年还快完售。对，上一次的小卡还是自己修，自己修就没什么好说。谢谢吉米做的，救救你哦！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修图方式。虽然量还更多，我不知道，可能就是那个爱心肥皂也没有多少，我不知道。饥饿行飘，自己修怪的。肥皂应该很多，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谢谢，请你喝奶茶。限量总是残酷的，对，小卡，随机小卡，没事啊，反正说不定未来还会有啊，其他的不一定是水晶肥皂，至少你有第一代，第一代，当然小卡会带出门嘛，会带出门的话就感觉可以有啊。甩双面，第三代不会，会放钱包，两次都没有抽到，不敢带，为什么不敢带？带出门，未来就是新款的，永远收不起，就不要执着了，就没有收起就算了吧，有缘分你自然就会收到。有重复就可以带，你说只有一张就不敢带是不是？怕折到，只有特殊场合才会带，这样会折到吗？哦，确实是会啦，但是不太会折到吧。掉了就是无缘。一定放手机壳，但你没有，只有一张要当传家宝。我看到大家很努力要换小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谁有，有两张以上当然带着，带我小卡出门吃饭 ，take 我，没办法。买个痛包来装，痛包不就是要有很多个一样的吗？被扯掉，被偷，还没看过我这张长怎样，我有照片哦，我来看看，直接送你们这样。也可以很多个不一样的，五周年肯定会有周边啊，只是就是等它出来这样，发兜粉，送你们就自己印。我觉得这次比第一次，我也觉得这次比较好看，我不知道这次拍的那个角度就是刚刚好，你需要。反正都卖完了，可以吧？是谁拍的？自己拍的，小卡都是自拍的。肥皂是爱心，肥皂是爱心，因为。
为爱心肥皂比喷雾瓶好看，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水晶肥皂，我送你其他赠。嗯，我说的应该不是水晶，小卡这种东西是不是都是水晶？要用几个？你还拿到有裂开的，差点洗包包。基本上，对，基本上小卡都是水晶，就是稀有，稀有品，稀有品。没事啦，大家。可能再过两个月，你们就会忘记有这张小卡的存在。生日会。你说生日会的小卡吗？生日会的小卡就是成员想出的话就可以出啊。最近大家流行那个小卡，小卡潮。TP 小卡潮。两次都没有拿到，有换到。大家，那大家有什么其他张的小卡吗？现在有什么小卡？我自己都不记得我有什么小卡。有那个，好像有那个一齐生演唱会的小卡，是吗？还有什么小卡？我不记得有什么小卡。生日转蛋小卡，所以就只有生日转蛋跟一齐生的那个小卡，两种，只有这样。演唱会还有出过透卡，透卡那个就不是小卡。去拍照应该出小卡，一定很好卖。哦，你说那个吗？升格五周年，对。那后续好像就是说，可能升学，我不知道会不会卖升学，但是反正就是说，我们一直去卢姐姐说，姐要不要做个什么东西啊？做个什么东西？五周年嘞，这样子。我们那时候一直撸他，就是说那个研究生升格周年这样子，可不可以卖一下升学证什么的？然后姐姐就说，这个可能有点难。如果你们做了这个东西的话，那之后就是要做很多人什么的。我说那五周年才能做的话，你觉得怎么样？那趁到五周年才有做这个东西的话，怎么样？也说好像是可以哦，好像这样的话就不用一直要弄些这些有的没的。五周年值得吧，姐？你说好，我想想。不然的话，他好像很困扰，说如果周年就要一直做这个升格的东西的话，可能会那个很困难。对，因为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是说今年有了，明年没有的话就会被说什么什么这什么什么差别待遇什么之类的，或者说为什么这个月有，然后下个月没有的。我们说，那如果是五周年的名义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五周年才有纪念这样子，一周年不需要纪念的。周年门槛已经很高了，还要五年。我说五年你就不用担心有下一个五年的。他就说他想想这样子，就是说不定会做了那什么五周年纪念，五周年升格纪念，只是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出来我就是不知道。他是说他有想要做，只是因为现在就是赶那个五周年跟那个什么发单啊什么，他说现在比较忙。五年级不在的几率比较高，对。我们纪念日，我们已经那个牺牲了，我们就说
不需要在我们升格那个六月十五号，不需要不需要，有这个东西就好，今年都好，今年内都好，死都要他生出来。我说你不用赶在六月啊，也不用六月底什么的，就今年，要不要今年这样？我一直去撸他，因为怕他会直接打枪我们说来不及啊，六月的话来不及。六月的话应该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太晚讲了，这样没有办法这样。我说那这样，今年都可以吧？对，我们已经先帮他那个了，先帮他讲好，就是说你这样晚出也没有关系，有大家就会开心，晚出也可以，晚出就可以，有就好。姐头很痛，我说那不然的话，等五周年忙完吗？想尽办法，毕竟因为我们是六月十五号，六月十五号的前两天前，还有六月十五号当天，跟他说要不要出周边啊，要不要做什么东西。就那个时候，如果说然后叫他马上做的话，他肯定会说来不及这样。我们后来就是直接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周年已经晚一年了，怕什么？怕什么？不给他拒绝的理由。我说帮公司有个收益啊，帮他们赚个收益啊，怎么样？我们人很好哎，他不接纳我们这个提案吗？自己产出照片。对，我们都说要不要要不要，这么为公司着想的员工哪里找？对啊，我们是还是有提出一个就是不会亏本的，真的不会亏本，不让他亏。真的不是都拍好了，我们拍是拍了，就看他会不会用到而已啊。现在不可能亏吧？周边包装自己来。其他都还久，对啊，其他都还久，有出都会买。现在有生写真哦，七月生写真，嗯，成本没有太高，对啊，成本不要太高的话，基本上不会亏吧。但成本也很难很高啊，除非去做个什么很麻烦的周边这样。闪卡，海外拍摄之类哦，海外拍摄确实应该是没有这么好的福利啦。如果有这种福利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愿意有那个五周年这样。如果五周年升格，五周年纪念有海外旅行的话，大家就会想要有那个五周年。有梦最美，有梦最美。日本远征，连国内的都不会有。
们已经没有什么出去旅游的那个概念了。去垦丁，我跟你讲，可能还会那个当天来回哦，不让你住一晚，不会让你住一晚的，就让你去一下，然后晚上就回来。不会花那个住宿费的，就让你去一趟，然后马上回来，当天来回。只剩拍 MV 时，我们现在拍 MV 都那个、啊，都是一天拍完的，一天拍完。我们上一次两天是什么时候啊？四单的时候还有拍两天。四单以后全部都是一天以内拍完。应该要办员工旅游的，从来没有过哎，员工旅游这种东西。啊，员工他，我记得姐姐们他们有自己办自己的员工旅游，他们自己办。牡丹六万七千真的都台北便宜，就是说可以当天来回的地方，自费，肯定是的。你是去日本吗？不是，好像是去宜兰。我争取拍两天，都是拍一天啊，都只拍了一天，只有四单拍了两天。二单拍了两天，一单拍了两天，三单是拍一天，然后隔天是拍那个写真书，一天就能结束，就不用两天。八单呢 ？24/7。聚餐应该不少。三单 MV 对，三单也是一天拍完。一单去阿里山只拍一天而已，但是其实是两天，我记得是两天，然后还含樱花瓣啊，就是拍勇往直前兼樱花瓣，应该是两天一夜吧，应该是两天一夜，我不记得一单到底是住了几晚，但是就之前又说什么，还是其实是两天啊，就是。住睡了两晚，我不知道哎、欸，但是好像有到三天吗？应该是晚上上去，晚上上去，然后睡一个晚上，然后凌晨起来拍那个日出，然后开始拍勇往直前，然后勇往直前拍完结束，然后再睡一天，这样，然后隔天再拍樱花瓣，樱花瓣拍完就下山，这样。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好像有睡两晚，只是第一晚实在是太少了，就这个只是好像放个东西，然后就洗个澡就要妆发，就是要去等日出这样，好像是这样子，特别煎熬的一晚。然后第二晚就是那个大家开始有那个隔离病房跟没有隔离，就是有生病的房间跟没有生病的房间的，好像就是那个第二晚的时候开始有一间房间里面全部都是病毒这样，跟一间还没有被传染的人。好可怕，就好像有谁流感还是什么，就反正就有人流感这样子。我是没有事的那间啊，我们还一直在那边吃那个保健食品，说什么吃一下维他命 C， 吃一下 B 群，吃一下什么，就一直在那边赶快说增加抵抗力。你的心智商。临时抱佛脚，对对对。一单
拍摄心得的也就两三个，一单真的就是，对，就是两天，没参与到。对啊，就是说好像是因为他在去之前他就发现他流感了，所以他就说他流感，所以他就没办法去。但是有的人是上山了，那个迹象开始出现了，就是宿舍组的，就他们宿舍组的，就是可能已经被传染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病状这样子，然后上山了之后才开始发烧什么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虽然是被传染了，但是他们是已经上去了，那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但是因为显迪奇他是已经知道他流感了，所以他就是说被说不能去这样子。对，他应该一起上去，然后一起发作，然后一起这样生病的。太早了，他太早发现他流感，早知道不要说。但后来还是有补他的镜头，好像是他后来在好像在松烟补他的镜头，还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因为封面照他没有在那边跟那个阿里山小火车拍照，他是 P 上去的，显迪奇的照片是 P 上去，就是。他后来拍了一些东西，有把它补回去那个东西，这样子用 P 的。好用。不是还有人吃了别人的零食？谁呀？好像有这回事。但就是说，那是第一次，连那个收录曲也有拍 MV 吧。后面就是那个什么 Uni 的小组歌这样，小泡芙事件。那我没有参与到小泡芙事件。最印象深刻。都蛮印象深刻的，该体验被突袭了，真的。都还有饭店组，三单是最舒服的一张单曲。除了他拍 MV 的时候那个鞋子很痛以外，这三单是整个历年来的单曲里面最幸福的一张单曲。除了脚很痛以外，其他都很棒。天气的那个温度也就是蛮好的，就刚刚好这样。然后还有饭店可以住一晚，然后隔天就轻松的、快乐的拍那个写真书，也没干嘛，就拍写真书。对，就只有鞋子的部分很痛。梦之河就是说，就去拍了个梦之河，然后就结束了。对，梦之河其实没有什么印象，你知道？对，拍 梦之河的 MV 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因为基本上就是只有陈思雅一个人在忙，我们就是也没干嘛。我们没干嘛，我们就只是去了，然后骑全员要的景，然后就全员一起出去，然后要对嘴的 part 就出去一下这样，后面全部都是陈思雅很忙这样。没什么舞蹈才没有印象，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印象。当天来，对啊，梦之河也是当天来。周五好哟。其他人都在哭，肯定有印象是吗？我只有印象说那一天下雨，那一天下雨，大阴天，天气超差的，这样。可爱果果，
只知道那里就是很多蚊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下雨天嘛，然后就很多蚊子，很多蚊子。期待巴丹哦，哦，巴丹真的是，就是很可怕，不是那种很可怕，就是那种很可怕。不是那种很可怕，就是那种很可怕。既然是很可怕，就是很可怕。你想想，现在这么热，你有办法想象吗？真的很热哎，台湾怎么这么热啊？我跟你讲，这个夏天的单曲就是地狱，大概跟四单有得比吗？就是夏天，正夏天的单曲，就是真的是要很想死。正夏天的单曲。不想面对。我跟你讲，五单也超热的，但是五单是夏天吗？我不知道五单是不是夏天，但是五单超也超热，五单也超热。真的是会热死，真的是会热死。但是我觉得五单还好的是，因为五单的那个舞蹈动作是在下午拍，就是说。下午吃完饭之后才换成制服，然后开始跳，然后跳到五点，但我们五点就收工了。我记得一秒一秒约好，超快就收工了，因为他不需要晚上的景，所以天一黑了就是下班，就下班了。我记得那个晚上的，就是晚上的那个景，就是五单的晚上，他不是有一个什么？忘记有一个景，反正就大家站一整排这样子，然后好像在看哪里看哪里。那个时候是已经天已经黑了，太阳已经下山了这样子，但是他还是要把它 P 成就是看起来是白天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群人站在那边，然后因为是晚上，就天已经黑了，然后他打了超多灯在我们脸上这样子，然后就有超多的虫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五单就是一个虫地狱这样。五单真的是到哪都是虫，全部都是那个会飞的那个虫这样，然后只要我就很怕那个嘴巴这样一开，然后就会有很多那个虫在嘴巴，就大家都这样，不敢把嘴巴张太大。对，五单其实老实说，五单来不及那个拍 MV 的东西，很多东西来不及。但就是说啊，没办法，因为就是天黑了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一直说什么快快快快快快，太阳要下山了，快点快点这样。然后可能舞蹈也没有拍很多次，因为就是说，就是那个时间很短，所以就说为什么要这么赶这样子。就本来我记得本来舞单有那个对嘴的 part 这样，就是唱歌这样对嘴的 part。但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就没有拍，那个唱歌的 part 这样子。因为我们会有那个脚本嘛，还是类似 rundown 的东西，就是说这个 MV 的剧情是怎么样，然后要拍什么这样。可能这一 part 是拍舞蹈，这一 part 是拍那个玩啊，什么私服这一段这样子。然后他就有一 part 是写说这里要有什么拍对嘴这样子，完全没有。我想说啊，对嘴嘞，就不拍了这样。对，因为来不及，时间不够这样，就没有拍。五点就下班了，五点就下班了。对，我五单应该是时间拍最短的一个 MV， 因为它不需要晚上的景，它全部的景都是在外面室外，所以没有说什么室内的时间，就是都是室外的。
室外的时间，所以就是从早上可能六七点就开始拍，然后拍到五点，它只要太阳一下山，天黑了，开始没有办法用调的拯救这个 MV 的时候，他就没有拍后面，所以应该是武丹就只有那个景，就只有在那里那一个地方这样子，其他都有，比如说可能在室内拍，可能有在棚内拍，可能会换景，就是其他的单选，这武丹就真的是就在那里，就在那里。接话的时间会，我站的其实接话话接蛮久的，而且很热，就是说在那边尝试很久，因为你知道工作人员还是要调光啊，调那个机器，然后看那个镜位，然后就是调很久，然后我就站在那里，站在那里，结果最后好像还是用 P 的嘛，就是用 CG 做那个特效，最后有没有是真的泡泡还是 CG， 我也不太记得。我知道他们那时候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就是用特效就好。但那时候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在尝试，然后让那个泡泡是真的掉在我的手上，但真的有点太难了，因为风向怎么的就很多问题。你那有在餐厅室内？那餐厅室内也没有拍，不是吗？就是都在室外，在妈妈里面的也很辛苦，对，在里面的很热。你去复习一下五单也没对，五单全部都是室外景，所以就是说那个天空，你就看那个天空，那个天空就是很努力，他很努力让那个天空呈现是白天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在拍舞蹈的时候，那个已经半阴天，大概下午三四点，已经没有那个什么阳光那种的感觉。现在只有一点点，有亮了。你看五弹 MV 要调低亮，就是他要想办法把它调得很亮。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这个颜色跟其实跟我们那时候拍的时候差很多。就是看到那个 MV 的时候，我是说哇，怎么把这个晚上拍得很像白天？就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是真的是。已经傍晚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就是把它调得很像，看起来很像白天，因为我们就是全部的人都在那边，然后就有超多虫在那边飞来飞去，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他要怎么把这个景变成白天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本长什么，但他没有那个吗，没有那个花絮之类的。一定在唱戏啊，唱戏，状态也是调亮。但我们饭拍晚上的饭拍就是晚上啊，你们不会把晚上调成白天吧？不至于吧？是会有花絮，曝光度加3，他根本没有拍晚上吧？他没有拍，他的花絮完全没有拍晚上，他都拍我们还在天亮的时候。那难怪不知道，不给你们看，这藏得很好，藏得好像都是在白天拍的一样。因为
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很热，然后我们跳完几次，他就会说那可以进去吹一下冷气，然后我们就会进去吹一下冷气，然后他就会说然后再出来这样子，嗯，就是说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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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阳下山之前再出来再跳一次这样子，然后跳完然后这样，然后可能他就再要看一下东西，然后就说再进去休息一下这样，然后我们就再进去，然后就是说要出来继续拍这样子。现在回想起就是说哦，有个室内也蛮好的，就是至少还可以进去吹个冷气，因为跳完真的是很热，从冷气房里面出来不痛苦吗？我跟你讲，现在想想都觉得说哦，这种可以凉一下再出来已经很爽了，就是完全没办法凉一下真的是地狱，因为屋后也是凉，可以进去蒙古包凉一下再出来。跟你讲，八班出来就知道，真的是。真的是很热，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下午拍，那个五单是下午拍，下午拍就很热了，你看光，我现在光看这些花絮，我就觉得大家就是好狼狈哦。大家好狼狈哦，但没有一个人眼睛是有张开的，你知道吗？他每个人都长这样，然后头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牡丹真的是怎么大家长这样？他很狼狈。牡丹是真的很热。发现是真的跟歌一样，发现是真的，就是说，我觉得跟屋吼有的比，因为屋吼也是狂晒这样子，牡丹还有牡丹至少是晒下午的，晒下午，然后傍晚前收工，就是它短，但是很热，时间短但是很热，那屋吼是时间长。很热，这样。巴兰贝小黑，我跟你讲，乌吼真的是，乌吼也很热。坐在发烫的石头上，屋后就是夏天的清晨先跳那个舞蹈这样，然后跳到早上，跳到太阳出来的，然后很热这样。很热，屋吼没有丝，屋吼是不是没有丝？屋吼有丝服吗？屋吼没有丝服，对，就是从清晨大概，反正三四点先拍那个萤火。然后可能六点开始拍动，拍那个晚上的那个景，这样看起来像晚上，但是清晨五六点这样，四五点五六点拍那个舞蹈动作，然后拍到天亮，拍到早上快十点吧，好像拍到快十点还是几点这样，拍到。就是一直在跳，屋吼就是一直在跳，毕竟他没有什么剧情，他就是一直在跳。屋吼就是一直在跳，这样子。成本真的超高。所以我们有精神，有剧情，有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没有私服啊，他从头到尾都是这一套衣服。然后就这样一路跳到沙滩上，沙滩那边比较低雨，沙滩就是你去了沙滩之后，你知道回去蒙古包就很远，所以沙滩那个就是真的，你就是只能在沙滩上晒太阳。反正它最后有那个蒙古包就还好，大家都在室内，这个就还好，这个就是舒服的。就是很多虫，也是很多虫，很多虫跟很多汗，很多阳感喷雾跟防晒的。乌吼是九月发行，那绝对是六七月拍的吧？就是夏天，夏天拍的。可是有冷气就是很舒服啊，有冷气就很舒服。夏天真的是去哪都不对。是不是拍偶像？你知道，就是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们七单跟六单，老实说，我觉得七单跟六单没有到很真的很辛苦吗？真的很累，对我来说啦，我觉得七单跟六单就是算一个舒服的 MV 拍摄这样子。所以那个九尾的八单呢，就是真的是觉得说怎么这么热这样，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就历年来那个全球暖化有那个加深这样子，就有变得越来越热这样子，然后只要就是只要到夏天，你就是每年的夏天，一年的夏天都越来越热，你知道吗？以前就觉得说啊，夏天好热哦，这样子要怎么活啊？这样，然后到了今年还是夏天好热哦，真的不能活这样，真的不能活。对，太久，应该说太久，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我觉得全台湾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不能待在室外。正常人都知道这个夏天不能待在室外，就是一定要在冷气房里面度过。对，我那天我想起了，我回想起什么叫做站在室外一整天几乎。毕竟我就是个睡到下午的人，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就已经至少不是太阳直晒的时候，就是大概，而且出去也大概就是只会暴露在那个太阳底下大概一个小时这样子，就出去可能走个十分钟，然后就可以坐捷运，然后捷运出来再走个十分钟，然后就是大概也就是走个二十分钟会在室外，但是十分钟你就会觉得很热。那十分钟就会觉得很热。再跟外面等一阵子都受不了，就是说等就受不了了，你还要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热好热。就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现在的那个学校的那个体育课还有没有在室外跑操场，我觉得这种夏天在外面跑操场，感觉就会有人昏倒，你知道吗？感觉就会有人昏倒。哼，真的很热耶！今年真的是，就是因为你知道体育课很常是那种第四堂课，就是那种中午前的那一堂最热的时候是体育课这样子，所以。就是在户外真的是会死。我还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体育课，就算外面是夏天大太阳，我还可以穿外套出去跑，但是我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以前都还有办法穿什么
防晒外套啊，现在真的是连防晒外套都穿不住，长裤也穿不住，就是都穿不住，好热好热。嗯，刚睡你的体育课真的酷刑，真的是很热，夏天。我那时候就已经有预想过了，就是说要拍霸单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预想过了，就是说绝对很可怕。我们大家就说，嗯，绝对很可怕。嗯，但他们就一直就是姐姐就会问说，那你觉得哪一单最辛苦？我们就说应该是午后，再怎么样应该都是午后。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热。差不多热。都有各自的苦。有的比跟乌吼，我觉得跟乌吼有的比，数一数二，大概可以在就是乌吼跟巴丹应该可以放在一起的，然后再来应该是一丹吗？一丹，因为一丹又冷又热，一丹是一个很神奇的 MV。然后再来应该是五单吗？再来应该是五单，然后再来的话，我猜应该是六单，再来七单，再来就是三单。我觉得三单现在是最舒服的一个东西。起来说不定好一点，但是因为他下午整个下午都在沙滩上，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时机让你回去吹冷气，但是说白天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吹冷气，在蒙古包旁边跳的那些景至少跳完可以马上回去蒙古包吹冷气，但是后面那个沙滩就是真的你就是只能在坐在沙滩上等他说那我们再来一次，或是说休息一下也是在沙滩上，所以休息一下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热。二单也算舒服的吧，除了四四南村真的很热，四四南村就真的是没干嘛但是晒伤，的一个莫名其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晒伤的一个 MV 这样子。那我猜二单应该放在五单后这样子，四单八单，然后一单五单，然后二单六单七单这样子，六单七单三单这样子。对，晒伤太快，应该是6815，不对，4415，你这夏天应该就是这些吧。六单是不是也是夏天啊？但是因为很热吗？还是好像是因为会下雨吗？我忘记是因为雨备所以在室内拍，还是本来就是在室内拍。他要来应该是没开冷气，对。因为我记得
六单好像也很热，要等是哦，可能是因为就是知道可能会死，我们可能会死在外面，所以让我们在室内拍嘛。过马路那段停，就是中午那一段，我们的中午，正中午那一段，就是可能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这一段时间是大家在外面拍那个私服的景，这样子。所以那一段没有事的人就是一直在睡觉，一直在那科教馆里面睡觉，这样子，睡到他们拍完之后才换去那个棚，这样。哦，也没有，是这些人会先上车，就是说科教馆附近的景拍完了，就是大家就是回去那个游览车上，大家回游览车上，然后就会开车去其他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就是有一些人的景在其他地方的，就是其他人去拍那个他们的那个个人的帕这样子，然后我们其他人就继续在游览车上睡觉。所以 rumor 就是说早上辛苦一下下，那个科教馆的早上那个拍完舞蹈的之后就开始休息，休息到晚上进到那个棚内再继续跳 rumor 这样。其实中间那一段时间算是完全不辛苦，就是只是说要等其他人拍这样子，等其他人的那个空闲时间大家都在睡觉，就是至少还可以在游览车里面吹冷气睡觉，多好。都是个别拍，就是有小组、小组、小分组、小分组，跟两个人一起，这两个人一起，然后这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然后这三个人一起，这四个人一起一组，然后在哪里在哪里，就是他有很多分散的那个景点，所以就是说，当然就会说什么哦，换谁谁谁，然后就谁出去这样，然后晒一下太阳，就是把那个景拍完就可以回来，然后继续休息，然后就换谁出去，所以那个辛苦的应该是导演，因为导演就是都在外面，那我们就是说。出去上班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出来，回来继续睡这样子。然后那反正晚上那个只跳舞的部分对我来说就是还好，只跳，反正在室内跳，然后有冷气都还蛮好的。而且就是因为已经跳到后面，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就是，然后说累久了会有点麻痹，就会不会觉得身体很累这件事，就是跳久了你反而会觉得哦，我身体很轻盈，这样就是这样开始有点进入一种人来疯的状态。所以其实 rumor 拍到后面，啊、那个脚会越跳越高，就可能老师还要说什么谁谁谁。腿要举起来，谁谁谁脚要举起来，脚要抬起来这样，然后我就跳到后面已经说不用抬，我那个脚会越来越高，会跳的比人家还要高，就是说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说跳到后面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对，跳到后面反而比较没有那种很累跳不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是那种跳完然后会站在原地，然后想说他什么时候要赶快再来一次，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比起你让我休息，我会希望你赶快让我一次累完，就是说我休息了又要再开机一次很难，你知道吗？我就会一直在动，因为我就是想要，是不要让他休息下来这样子。我希望就是赶快拍，不需要休息什么的。他可能其他人需要休息，所以都会中间还是会有隔个多少要休息的。
所以我就是到后面就是跳得很快乐，到那个十二点的时候我都还蛮快乐的这样。但大家就会说，大家就会说很辛苦，入门很累，然后跳一整天很累。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就觉得入门没有很累，对我来说。谢谢一颗心。就是我是一个很快乐，在入门的那个舞蹈趴，我是很快乐的一个人。我还不喝水不坐下，根本怪人。对，我不喝水，不喝水不坐下。我要说就是，巴丹就是也是很热，然后我就死不喝水，就是死不喝水。我就是从小到大，只要是什么体育课啊，在外面反正多热的天，大家说小心中暑，要多补充水分的时候，每次我就是没有在听，我就是不喝不补充。从以前开始，从以前就这样，体育课的时候都没有在补充水分，我真的超人，死小孩。对，就是所有事情都是靠意志力去撑的，所有事再怎么样我都不补充那个水分，连饮料都没有喝。我觉得是因为姐姐有点受不了我，所以她去生了那个运动饮料。可能本来就有准备运动饮料啊，只是就是拿来的时候都是水这样子。她就说我没关系，没关系。我也不是说我不喝啊，我就说我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没有关系，我不用喝，没关系。运动饮料冰的喝吧，对，而且拿来还是要是冰的，这样不喝没味道的。不是，因为其实他们那个水看起来也是常温水，也不是冰水，看起来。我是没有喝水，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冰水，但看起来不是冰水、啊、所以我就想说不要不要，因为而且我觉得喝了水会很不舒服。我这个人，我的体质就是喝了水会不舒服。有喝能量，有喝能量，常温就是温的。我的体质喝了水会不舒服，就是会胃会不舒服。我也会不舒服，这个食道会不舒服。看到没冰就不喝，就不喝。对水敏感的人类很少。对啊，我什么乌吼什么的都没有。嗯，能想到的，大家都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我就是在旁边，在旁边。我这几年来，真的是就是这个地方一直都没有改，这个地方一直都没有改。上次喝水是什么时候？上次喝水是什么时候？水是什么时候？吃拉面的时候，跟那个有时候早上要吃那个维他命 C 的时候，没有饮料喝的时候，我就会倒一口，就是可能倒这样，然后丢那个维他命 C， 然后这样一口这样，一口的水这样。我就会这样，或是我是就不倒杯子，我就直接这样一口，然后一口就是只喝一口这样。用麦茶配维他命不好吗？我会啊，我就是说连麦茶也没有的时候，冰箱什么液体都没有的时候，只剩下那个很大罐的那个水。
冷冻库的结霜。而且你不觉得有时候就是吃，就是喝空腹喝水很不舒服吗？可能没有人会空腹喝水。没钱只能喝水，你说用水分让自己有饱足感。我为什么刚刚带回来？不是，这是我放在我家的。为什么要先用水？因为这样比较方便食用。问的话就是直接咬也是可以啊，就是说这样比较方便啊。这样就没有啃鲜贝的快感，但是就是这样感觉体感感觉这样吃比较划算，你不觉得？不太想用手拿，那确实，但我不太想用手拿，我就会这样用挤的，这样挤出来吃。这样吃比较久啊，不觉得吗？那边就不会沾到。大片咬派，我就是看心情啊，我有时候会直接咬。对啊，这个在宜兰。旺旺鲜贝的那个工厂在宜兰，我记得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去过一次，好像我妈载我去的吧，我不知道她干嘛载我去，她会卖那个 NG 品，比较便宜的样子。你认识的宜兰人好像也都去过，就是好像就是会他会卖那个比较便宜的那种大包装，都忘了。我这印象是那个我很小的时候有去过一次。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有开特别开放的地方还是怎么样。江某人，江谁啊？可能比较适合我。因为老实说 ，NG 品也就只是可能外观不够完美之类的，那吃起来不都一样？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对啊，就是还是可以吃啊。心情上不一样，确实。但是有的人就会
有人会挑吧。吹个奖，那这个睡掉了不要这样。那种就没有 NG 品牌，应该是没有吧。应该是不至于有人去白目到超市把人家的鲜贝压碎然后不买吧。精品的话可以拿出来卖，那是很过分的。就像有的那种软糖不是吗？有人会去把它捏一捏这样，还是什么？就是就会有一些那种不能啊那种吧，橘肉还是什么果冻的，然后就会有人就这样把它。把它捏得很散之类的吗？很散之类的。你会逼他吃？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球的沙琪玛。一球的沙琪玛，我是没有看过一球的沙琪玛。还有巧克力被捏扁啊！巧克力被捏扁真的是很恶心。把超烂可乐全部拿出来摇一摇，冰回去啊！感觉会有人做这种事。摇过的小熊饼干的，但小熊饼干要摇很久才会真的变成那样子吧？我是没有试过，但以前不是很流行。这个绝对会被发现吧？你在店内一直摇人家的商品，绝对会被发现吧？绝对会发现你在干嘛？就想说你在干嘛？小饼干要绑在电风扇上。好像摇了半个小时，那你有成功吗？你有真的成功是一颗球吗？真的会成功吗？可是它明明就有饼干，不是吗？那它饼干要去哪里？你没成功过，没耐心，但是有点久。会碎掉，是就是它是这样一盒不是吗？就直接开始摇吗？还是要打开？还是要打开然后再拿起来摇？变成粉就不明显，碎掉混在一起，真的假的？要连盒子，不用开哦，直接摇，然后嘞就直接这样吃吗？这样一颗直接这样吃吗？你们有吃掉它吗？打开就不会成功了。那所以就是听声音吗？你听起来它好像被一颗了，你才打开它吗？整个拿起来吃，听声音。那夏天是不是比较容易？因为夏天感觉那个巧克力酱会很容易粘在一起。它会从沙沙沙变成咚咚咚，还是我下次直播我买一盒回来摇，我直播就这样一直这样，好这样，我说今天的直播会不会成功这样？今天的直播究竟这个小熊饼会不会成功？
两个小时，然后我就要一直在旁边这样，买四个，我双手一直这样吗？下次公演 MC 挑战，那可能来不及哦，我们可能来不及成功了。你说要在可能十分钟以内把它摇成一个球吗？会成功吗？我觉得不会成功耶，十分钟。所以你觉得是速度的问题，还是说一定要这个时间，就是要计时，一定至少要超过30分钟才会成功？还是其实真的可以，就是如果真的很努力的摇，真的可能可以10分钟，可以从 NC1 开始挑战，然后成员接力，力道够就很快。力道够，还要持续会比较快。重击的力道比较大，均匀就很 OK， 所以要这样，这样甩。没成功，见证人还是会给过。把饼干摇敲碎，但在地上敲可以吗？盒子在地上敲，轮流拿着跳公演。我们把那个铃鼓换成小熊饼干。没成功给见证人淋浴吃，他会让我成功。来回撞击不是旋转，还不来业配？小熊饼干的下落，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噔，拿小熊饼干。很精致的食物，一颗一坨一坨。今天是特别跟小熊饼干手牵手，他应该要那个赞助我们，我们帮他置入在公演里面这样子，这样很滑，这样很宣传哎。黑色的球还很大颗，出个联名饼干，该合作了。成员脸的造型，买饼干抽小卡。饼干抽小卡吗？饼干不都是抽贴纸之类的吗？那种小小的，根本不会吃，会放到骨子。不是都有那个威化饼，里面会放那个贴纸，几款这样子。他们有吃威化饼，超讨厌。拍500种给他收集。
teacher. Some candy has 500. 想要看想要看那个就是那种便利商店就买得到的那种零食这样。会有我们的那个脸出现在上面。不都有那个吗？买饮料送什么什么游戏序号，送游戏角色这样。联名商品。饮料盖，限时送啦啦队资料夹，都有人偷私序号，就那个啊，零食啊，就是要打开才看得到的那种，不是有那个宝特瓶，要转开这个瓶盖，上面会。扇子，我也有看过扇子哎。里面有玩具，明蟹会骨，以前有玩具，真的假的？大奖会是啥？什么时候出新的个人照片？我猜5周年，最有机会的5周年。快了啦，大家再一个月，15号，今天15号了，再一个月又2天的。周年不是都全员是吗？我以为那种扇子都是周年之类的出，确实扇子可能有时候都是公演，只是但是他不一定啊，他就是说他有做他就会出了。什么都是5周年，只有关东旗是扇子是公演。曼博我不知道，反正好像应该不知道。5周年都只有1天，感觉不会有太多周年。这种微妙的笑脸，谢谢游戏 Hero 的戳戳你。我说应该是对啊。请自己意会，我应该是，需要粉丝通灵一下。有这么人说就眨眼睛。呀，我就说那8月见。
刚刚有什么？我就说大家我们五周年见了，五周年见。五周年期待周边，懂的。杨大哥，杨大哥应该很忙吧？欢迎什么？再来就是练习了，各位。再来就是练习了。像是一起深深写真的吗？真的排对底，什么深写真的？五周年曲目太多，也没有曲目太多，就只是说我们比较晚开始练，所以基本上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刚好公演也结束了，差不多可以开始，差不多可以开始练曲了。刚才那个场地没有，我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对，刚好一个月，对，就正好可以，就是不需要思考其他的事情，就是专注于五周年这样。早上去排队。第三创的舞台应该是比三创大，但是反正你们台下的座位也是比三创多吗？有吗？我不知道，反正我听说舞台是比三重大。不好吗？不知道哎，但是就是说比三重大。因为三重就真的只有这样，这个一个这个，然后如果要有延伸，也是只有这样这样，就是这样这样。三创老实说，基本站位到六号，站在六号的那个人就已经没办法再往外了，就是他不能有什么6.5，他就是在六就已经会有旁边的那个灯架什么的音响这样，就是应该比较宽一点这样，而且布帘对会被布帘挡到，可是三创就有好有坏。有好有坏，要全员在三创真的是有点太急了。三创如果人少，就是那种见面会的话，三创可能可以。但是说全员的话，三创真的是没有办法，全员站在上面跳真的是很急，真的是很急。这有黄牛，但不知道哎，反正大家就看他们会不会，就是反正离五周年还有一段时间。说不定会那个、啊、会清票嘛，就大家就再等的看咯。谢谢十一的爱的熊抱。舞台会讲个好，不知道哎。这种你们会坐着看还是会站着看？我不知道，毕竟有花道。全作息，他作息应该就怎么样，应该都会比乌梅好看得到吧？因为毕竟乌梅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站着真的后面不行，只能坐着。你说三双站着还可以看到上面是不是？乌梅有阶梯式。
欧美的街田有山，但是是这样哎、欸，从上面看哎、欸，我真的觉得从上面看起来是什么个感觉，全平面。从上面可以看到完整队形，嗯，但还好，应该多少都看得到吧，多少都看得到。都好，那你们觉得三创好还是这次的位置、这次的地方好？大家觉得在三创比较好，还是在这里比较好？有去看过活动，比较喜欢三创，只有一部分人去过，等他们讲。听说是三创比较好，我还记得那个一起生演唱会办在三创，还被大家骂，办在三创。谁？不知道粉丝啊？怎么不是 Zep 这样？ Zep 真的太大了，真的坐不满，真的坐不满，坐不满。放在哪都骂，对，他放在哪都在骂。什么跟我讲？骂的人就是没有抢到好位置。有哪次满意？发现这本就说浪费钱又买不完，发现这本就会有超多那个吧，就是公关票。Y17真的是不用Y17真的是不用。一周年不是乌梅吗？Mini Concert。就是一个很尴尬的，要小要小又太小，要大又太大，要本来就是那种要小的场，但是后台又塞不了这么多人，这样子就很麻烦。我们人多真的很麻烦，又要衣服又要放，又没有地方可以放，又要装发间，又没有这么多装发空间，又没有地方换衣服，上下台也麻烦，就是说人多真的很麻烦。很多真的很麻烦欸，上台真的很麻烦。三创真的是上下台是最讨厌的东西，动线是最讨厌的。三创，就是有花道至少可以从花道旁边下，但是没有花道的话，就是真的只能从那个旁边那个很小的楼梯这样。基本上有人从那边上去，就不能有人从那边下去，不然就是要等他们上完的，我们才可以下得去。你就是每次那个三创都会看到一群人塞在台上下不去，
但是其实后台也蛮舒服的，后台的空间蛮大的，那个电梯口的那个空间蛮大的，但是妆发间也是只有两个间。主要是上下台的那个动线跟舞台真的是太窄，跟因为他们什么音控都在那里嘛，然后灯架也都在那里。然后如果你要走花道也不是旁边两边可以出来，是只有这边可以出来，只有这边出得了这样。这边不能出人，所以就是要么就是这样出去，然后再这样回来，就是他没办法这样一起出去，然后这样一起回来。一定要这样走这边进去。谢谢红玫瑰，每次都要在那边瞧那个怎么上下台，怎么上下台，因为我们每次都因为练习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出场嘛，所以我每次都要预想说那个出场要出多久这样，或是这首歌结束什么时候要出场，就很难，那个上下场很难接。谢谢啾啾你哦，谢谢吉米粥。后台塞得下吗？听说是塞得下，听说是后台好像。秋雨是好像蛮大的嘛，听说了，我也不知道，只是听说。因为通常那个姐姐他们都会看休息室到底塞不塞得下我们。老实说，乌梅塞得下18个就已经很厉害了。还有姐姐吗？对。猜得下，当然是指28个人呢、啊。28个人，至少要塞得下吧。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回想那个当初猜拳大会的时候，乌梅塞了30几个人，乌梅塞三十几个人，后台基本上只能站着，休息室只能站着，没有办法坐下，椅子没办法拉出来，基本上只能站着，还不能换衣服，很难换衣服。今天到6点，因为老实说，就连三创那些衣服，就是隔，就是它会隔那个隔间，让我们在里面有换衣服的空间。那个衣服就有很多手，如果衣服很多手的话，那个衣架就会很长。谢谢继承的啾啾你哦，就会很长，然后就会很多件，然后很多东西，然后鞋子啊什么的，镜子啊什么东西。你看，你想想，一个人有10件的话，一个人会有10双鞋，那10个人就会有100双鞋，就会有100套衣服。那一首歌有16个人。那就一定会有16件16双鞋。那后台就是都是衣服，所以我真的觉得 AKB 真的很厉害。他们真的很多衣服，我真的觉得处理衣服的人真的是很累。很多耶，很多衣服。就是公演，因为公演不是16个人嘛，那个衣架真的是都是在，那个衣服就是，你要拿衣服还拿不下来，因为太密了，因为你要想办法在那个最小的空间把这些衣服全部挂在那个衣架上，所以那个衣架就是基本上是长这样，
所以你要这样，这样这样拿出来，就是衣服会这样全部挤在一起，然后你要看一下这是谁，这是谁这样，这是我的衣服吗？然后这一区都是我衣服，但是十，你看有十六首歌吗？十六首歌，那个衣服就会这样被塞在这个地方，因为它衣架就是这样，那可能这个衣架要有四个人五个人这样，可能这个衣架是我，这个衣架是林依雨，然后这个衣架可能刘晓庆，那边可能蔡安，然后这边再塞一个什么原子组这样，就是它这个衣架会有五个人的16套衣服这样，然后因为的衣服又很大件，然后就会有一套很大件这样，然后卡在那个衣架里面，然后因为这边放那个衣服。然后旁边放那个鞋架，然后因为手牵手公园的靴子很多，就是长靴什么的，很靴子超占空间，那个靴子根本放不进去那个鞋架，然后就会旁边还会有一区全部都塞靴子的地方，然后这边什么凉鞋啊、短靴啊、什么短靴这样子，然后就会放在这里，然后它就是谁谁谁的鞋子。但就是说真的没有办法塞下去，就放地上靴子，他会把靴子全部塞在角落这样，然后等到大家要差不多要换那个军装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靴子全部这样拿出来，然后摆在大家的位置上，然后大家再穿那个靴子。但就是说在要穿到要用到这个靴子之前，他这个靴子都要收起来，因为真的是太占空间，真的是太麻烦了。他每次这样乌梅一趟公园，他们就要把这些衣服再搬回去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就会看起来很像仓库，就是会有这样一箱的那个衣服跟鞋子。嗯，然后又有很多道具啊，你看铃鼓就要有16个铃鼓这样。然后又要带那个巧克力盒，然后我真的觉得手牵手东西真的很多，手牵手中的东西真的很多。reset 就只要拿个彩带就好了，就拿个彩带就好，其他都不用准备。手牵手要有铃鼓，又要有绳子，然后又要有，就很多有的没的，很多有的没的。嗯。但是不要选那么多道具的工艺，对，太多作业。你知道，因为我们以前练习的时候，就可能 reset 就也不需要拿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手牵手练习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拿那个铃鼓，然后绳子，然后巧克力盒，然后这样去舞蹈教室，就是办公室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什么有的没的有的没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要拿麦克风、麦架，然后绳索，然后铃鼓，然后铃鼓就有4袋，因为一袋装4袋，然后巧克力盒，然后就全部都要拿去舞蹈教室。但是以前的话 ，reset 就不需要带这些东西啊。但可能以前的话，可能会练习什么要穿那个衣服，然后脱衣服这样。但脱衣服那个都还好，后来就是大家会的，就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就不知道。我们到现在都会练习，都要拿铃鼓，就是因为我们也就练一次这样子，3场公演，然后各练一次这样子，所以就会拿铃鼓跟绳索。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有啊，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得出，这个绳索比较新，这个比较旧，这个比较新，这个比较旧的，比较旧的会比较松松的，那个绳索会比较软的，这样会这样晃来晃去的。好像看那个。看起来比较白的，然后拿比较白的，因为白的会比较好抓，所以通常就是这样进去，然后看那个白色，全部到我拿吧，嗯，白都拿，对，然后跳一下，不然的话这很容易这样甩一甩就会打到自己的手，因为它太软的话，它就会这样晃来晃去，然后就会打到。总之，那种衣服不是用丝的、啊，我觉得。reset 的快换那个蛮简单的 ，reset 就是在舞台上快换，
脱下来。但是手牵手的话都是，没有办法，他就是要下去换。手牵手的衣服没有办法在台上换，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芒果 number two 下去之后，就是先拉那个拉链，裙子拉链，然后把拉裙子弄下来，然后后面这个衬衫要拉拉链这样。然后把衬衫脱掉，再出去这样。但是要洗的衣服道具，对，女生那一套多功能，可以先脱裙子，裙子脱完之后再上衣再脱掉。就只是看起来可能会有点那样臃肿。但其实现在这套也蛮，因为它是长袖。这还要剪那个梦之中的衣服，撕失败的时候就会很尴尬，因为你可能撕不到，因为它是后面外套有那个魔鬼毡，所以你要从后面这样撕开，然后别人可能要帮你把后面这样撕开，你才有办法让这两件外套这样出来。所以有时候没撕到的时候，就会这个外套要怎么撕的？或是有人撕一半，或是有人没有剪到地板上，因为那个外套是深色，然后地板也是黑色，可能会有人漏剪，然后就会有衣服在台上这样子，然后裙子也是这样撕掉，然后丢，就是往旁边丢这样子。然后就要有人要去捡那些衣服，怕万一衣服失败过上不了台。你说手牵手还是 recycle？ 应该还是有，失败就要下台处理，对，失败就要下台处理。recycle 的话就是说这件出来不是那个绿色的嘛，它因为它绿色里面那一件也是。有一个小外套这样子，然后它这边是扣子，有时候就会有人这个扣子直接都开了这样，然后就会看到里面那个衬衫这样，它没有扣好这样，就要去要下去后面，就要回去，因为你在上面扣，觉得是扣不完，那个扣子真的是有点难，这样马上扣回去，所以就是这种外套已经这样开了，就基本上你就是只能去后台扣。就因为这件外套也是这样开啊，那有时候可能没有开好，就会连里面那一件一起开。对，就可能姐姐就会说什么，你的衣服没有扣好，这样子就会很多。对，以前就还会练这个什么脱衣服这样，但因为现在还好，现在的衣服没有，老实说没有很难脱。如果所以没穿好就上，没穿好就上。那六点啦！今天意外的好像有在聊天哦，直接变成女友的。下班。可以下班啦。对啊。下次我在想，可能反正不是礼拜四就是礼拜五，我之后会再更新在我的兜粉的新势力上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上去看到底有没有更新这样子。Yes， 对，要迈向那个五周年做准备，各位，大家记得去指定生写真。我需要就是早点开始复习，因为我还没有复习啊。我今天还没有复习，所以我要准时结束。
今天的第十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九名是明，谢谢明。第八名是华伟，谢谢华伟。第七名是小伟，谢谢小伟。第六名是继承，谢谢继承。第五名是有西希喽，谢谢有西希喽。第四名是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三名是小林，谢谢小林。第二名是 River， 谢谢 River。第十一名是啊，不，第一名是十一。第一名是十一，谢谢十一，辛苦了各位，辛苦了。之后再发那个什么圣洁的业配，7月22截止，我会记得的。辛苦了各位，声波还有机会吗？有机会啊，如果我很闲的话，毕竟声波随时都可以开嘛。拜拜各位，拜拜。下次见。